随着气温的逐步走低，羊肉也开始热销起来。在金山卫镇张桥羊肉一条街上，前来尝鲜的市民络绎不绝。天那个越来越冷了嘛，这个羊肉吃了对身体有很暖和的啊，所以每年都来吃的。记者了解到，受饲养成本、人工等因素影响，今年肉羊出栏价有小幅上涨。带皮带骨热气羊肉售价在每斤38元，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元，而白切羊肉的价格则已经达到了每斤75到80元。